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，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九下，十下，龙战士西元形态转换器。这样我就能得到一个龙战士西元形态转换器啦。会玩了吗？会玩了。我也会玩了。龙战士西元东南西北，现在开始。我先来，我要南方向，西向。好，让我看看会是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。是奖励还是惩罚？恭喜一获得了龙战士西元的飞翔形态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龙战士西元飞翔形态。没想到你运气还挺不赖的。那是，到你了，你要几下呀？我要东方向五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青蛙跳五个。恭喜你啊，土豆，一抽即中啊！不公平，凭什么他一下就能抽中龙战士幸运，而我这是惩罚？你自己抽的，可怨不得别人。就是，快点准备五个青蛙跳。行，我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再来，我就不信我抽不到龙战士幸运的玩具。那这一次你要哪个方向几下呀？我就要西方向。十下，西方向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怎么样？是惩罚还是奖励？恭喜土豆，终于抽到奖励啦！是龙战士西元的宝剑。太好了，这个龙战士西元宝剑终于是我的了。啊，我也想要那个龙战士西元的宝剑。还有机会，你再选个方向。那我在西方向999下。999下。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小小啊？是的，999是我的幸运数字，我跳这个肯定带你走这个幸运宝剑。好吧，999，就999吧。西方向999下。什么？你也要999下？你这学我也太危险了吧！谁让你抽到了星元宝剑呢？我还想要。哎呀，小小，你就给我来西方向999下吧。我真的会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999，高抬腿25个。这就是命呀，快点开始惩罚吧。王诺，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，怎么他是奖励，我